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晨晨妈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分享这一款这个护指神器的钩法，这个护指套的钩法，就是咱们经常做编织的姐妹都懂的哈。有这个保护呢，可以不会让这个线呢比较勒手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来钩。这个我们需要用到两种颜色的线，上面的小花我用的是比较细的线，所以咱们钩针准备两根，主体我用的是 2.5 的。然后这个小花朵用的是 2.0 的，其他的就是基础工具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先在线的一端，咱们打个活结，稍微的拉拉紧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勾辫子针来起针。一、二。不用手劲太紧哈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大家起了一定辫子针的，可以在自己的手指头上这样试一下，看一下自己需要起几针。我是有11针就够哈，你可能要12针或者13针也可以的哈。好的，11针起好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围成圈。围的时候注意这个辫子是捋平的哈，不能是这样扭起来围的，那是肯定不行。我们要把它捋平了，找到这边的第一针，好，咱们穿过第一个辫子针。现在要在这里勾一个引拔针，把它围成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勾的时候就要注意哈，我平时勾短针的都是钩针放到织线下面，这样来拉线的。那这一款护指套呢，我们要把钩针放在线的上面，把线拉过来。好，然后再去带过后面的线圈，这样我们就把它围成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钩短针，一个辫子起立针。刚才我们引拔的地方，好，这个起立针钩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一款护指套呢，我们要记得钩针放到织线的上面来去拉线哈。好，这是一个辫子起立针，然后是刚才引拔的地方，咱们钩一个短针，线头还是放在钩针上面隐藏。好，一定要记得钩针放在线的上面来钩，这样钩出来呢，这个钩出来的这个主体呢，它不会有那个一圈一圈的痕迹，不会勒手哈。这是第一针，接下来第二针，第三针。钩法是挺简单的，就是每一针都是钩短针，不用加针也不用减针，只是拉线呢跟我们平时呢有所不同。第一圈不加不减的全部短针勾完了，我起了11针，然后就能够勾出11针。你起了12针，咱们就勾12针哈。勾完了之后，我们就是在记号扣，也就是第一个短针的位置引拔结束。好的，现在又开始第二圈，一个辫子起立针，引拔的地方一个短针。新手宝宝记得做记号，接下来就是每一针都勾一个短针了，特别的简单，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拉线的方式。好，我们就这样一直的勾，勾完了之后呢，我们这一圈勾完之后，我们又是在第一个短针里面引拔结束，引拔结束，然后又去开始第三圈，就这样一直的勾。那这个要勾几圈呢？就看你自己的这个手指头的长短哈。我们大概勾这么长，我这里是勾了有8圈，我自己就比较合适。那你看一下自己要勾几圈？护指套的8圈全部勾好了，勾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断线。
大家稍微留点线头哈，留稍微留长一点，因为我们要勾上面的这个指环，这样呢可以让这个比较粗的布条线它也是可以穿过来的。好，咱们把线拉出来，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到缝合针穿起来。好，先把这个线头咱们带到里面，带到里面好看一点哈，这个地方呢没有痕迹。接下来咱们带出来，就顺着刚才引拔的这个纹路，我们要把线带到中间。好的，带到中间来了，一二三，到了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呢，现在咱们要勾那个短针，就是勾这个环。那这个短针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勾。这里刚才带了一根线是吧，是咱们缝的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起针哈，咱们从这个地方起针。好，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勾了，勾辫子针，大概勾个六七个，勾个六七个的辫子针。好，感觉这样，感觉试一下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就把线头拉出来，继续用到我们的缝合针。好，我们也是一二三，第三圈这个位置。好，这个地方稍微的拉拉紧，然后带出去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来隐藏一下我们这个线头。隐藏线头呢，记得让这里呢会结实一点哈，就是让它不至于会脱线。大家可以留长一点，好长一些，我这个留短了。这个上面的小花朵小梅花我用的是两股线，就是在五股牛奶棉里面抽两股，抽其中的两股出来勾哈。好，这个我们要环形起针。咱们要环形起针。起三个辫子针，一二三，然后呢咱们绕线，在这个大洞里面咱们要勾三个长针，一二三个长针勾完之后，我们又是三个辫子针，然后是大洞里面引拔针，大洞里面勾个引拔针，然后其中这一个花瓣呢咱们就勾好了，我们要勾五个，重复五次，再给大家重复一次哈，一二三，三个辫子，大洞里面再勾两个长针，长针勾完又是三个辫子针，然后是大洞里面引拔针。好，然后又是三个辫子针，开始第三个花瓣，各花瓣全部勾完了，引拔针最后这里勾了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咱们再勾一个锁针就可以端线，稍微留长一点线头，因为我们要固定。咱们把这个线头拉出来。好，然后这个起针的线头咱们把它抽紧，就是抽到中间没有缝隙，这样的一个小花朵呢就勾好了。接下来咱们就把它固定在
这个指环上面，就这根线上面。缝合针把这里两根线全部穿在一起了哈，现在我们要把它固定在这上面。好，穿过来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个线头是从这边过来的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找它对应的位置，把它穿过去，穿到它的对面，这样呢，这个缝上去的小花呢就不会歪掉哈。差不多对应的位置。好，这样呢，它就能够在中间。接下来我们又穿回去，走个一两次就可以。再穿回去。然后穿的差不多，自己可以看一下效果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往中间走一下，就往这个花朵中心点穿回去哈，再穿到这个带子上。好，这样呢，它就被我们固定住了。好，把它花瓣调节一下。固定住之后呢，我们就用缝合针把这个线头隐藏一下，这几个线头隐藏一下，把这个花瓣移到这个中间，这样呢就可以了。